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古创，今天是 RL 赛前最后一支对战影片了。今天古创打的是这个环节之翼，那你打的是什么呢？这个。哦，超主流梦幻，可是你是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别人是汇流梦幻，你是双无梦幻。好吧，那就来打打看如何咯。本节目由兔妞桌游夏目小铺 PTCG 赞助播出，凭古创频道的订阅截图上虾皮夏目小铺 PTCG 私讯卖家领取折扣哦。来，先决定正反。正面。嘿。好，你选。你先攻 ，OK。七张，看看有没有基础。七张。好，有吗？有吗？微妙。你先攻啊、哦。快呀！哎呦，有机会哦。机会。好了，请多指教。请攻参与。好。进行时。好。剑心鞋，哇，这么多鞋子！上手，好，飞羽球抓什么？铁锁线。它是可以抓零费撤退的吗？嗯、哦，所以它进化型也可以抓。嗯，它没有线，它只要零费撤退。了解。手田。灾祸箱，灾祸箱，好哦。看我的回合，秋牌，下一只怒鹰哥一叉，好，等级球，等级球先抓一只电海燕，然后上手，然后呢再用等级球，好，再抓一只拉鲁拉斯，直接放到后台，好，高级球丢掉一个勇气护符跟电海燕，好，抓任意的宝可梦上手，我要抓的是彩虹鹤。彩虹鹤上手以后，直接下在后台，发动它的特性一气群聚，可以直接从牌库拉出最多三只彩虹鹤，看一下有没有啊？搞不好没有，一只、两只，两只上手以后，手填一张双重涡轮能量给后面的彩虹鹤。怒鹰哥的特性装库重抽，在自己的第一个回合可以使用，将手牌全数丢弃以后，再抽六张。哇哇哇哦！但是我可能上不去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咒你啊！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目前三张高级球丢掉基拉奇跟黑暗鸭，我先抓一只奇鲁利安上手，然后使用 Switch， 可以先揍你一拳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奇鲁利安是上手的。好的，那因为我现在弃牌区总共有四只团结之翼的宝可梦，所以四二八，然后再减20，揍60。换你。抽一，正好大梦幻。好，下一个放就是。好，把你放这边。发裁判。哎、欸，我的洗练才上手而已哎、欸。没有，不是，我还不会动。我抽四张，下了一只梦幻，好，装了一个腰带，糖果一糖。抽是抽二。抽二 ，OK。装十牌，会动了。Mister。好哦。抓Switch，好的，直接给你看，因为你要用了嘛。开Switch，好，你这边学跟你说可乐，记得，所以是打190被放逐，竟然他没办法成为我的伤害，我的伤害降低了，来这样，好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我看一下怎么办，那我上黑暗压好了，我的回合抽牌。可恶的放逐式，我用雪道盖掉你，滚！居然减低我的伤害，可恶！进化奇鲁利安，我有了。然后等级球，抓一只电海燕，要八只哎，顶多只能让你半残，但是至少灾祸箱不会动。只用奇鲁利安的特性洗电，丢掉一张手牌，抽二，嘿，什么鬼？只好裁判，好，想办法多丢一点。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的子弹会被放逐哎，好，这边四张牌，哇，结果受不了人吗？高级球丢掉奇鲁利安跟克拉拉，抓一只乌鸦，直接放到后台，只能发呆，结束换你。出一，难道有救了吗？下一只奇数，奇数，哎、欸，我们都是在干扰对方手牌，放一张下去。
差点把子弹一击。对，我差点把子弹全部丢回去。开张机械屋，丢了，多丢了一张。开张机械屋。好。哦，中了。中。预备。好。有了。放逐吸尘器。又被放逐了。给你出。好。手填。手填。好。差一张失败。又差一张失败。好的。你撤退。撤退 ，OK。换。换我？我怎么有抽牌？加一只百变怪在后台。哎，这个特性还没发。使用洗炼，丢掉一张博士，抽二。洗翠的沉重球，看一下有没有子弹被卡住了。有。这边有个彩虹鹤，抓出来，彩虹鹤上手，手填一个基本二能量，我不是要打那一只，我要打有能量的那一只出来，我就知道你要打这只，没错，然后这时候更邪恶的，我再放一只黑暗鸦在后台，200，团结之翼，拿两张奖励卡，好，怎么又来了，裁判，又是裁判。我们这每回合都有起诉跟裁判哎、欸，下一支后面好，现在是百货，百货公司 OK， 他是抓什么？抓宝可梦道具，抢救腰带，抢救腰带给花木鸟吗？嗯，好啊，因为其他都安装了装备，洗掉吸尘器再把它自己弄掉哦，不有用，跟你说是好多了，原来为是为了抽牌，就是下一支跟。对，我裁判要抽四，抱歉。我想说，欸、我怎么没有什么？机械壶。好。中吧。没中。耶、yeah! ！给你抽四张。好。嗯，对面是跟你谁谁谁知道？好，这边路在这知道。现在会是手酸状态。然后我的子弹现在有六张了，我看一下推谁哦？推一个黑暗鸦好了好。然后我的回合抽牌。黑暗鸦手填一颗基本二能量，好，然后下一只百变怪在后台轰趴场，好，我要丢掉自己的怒音哥，我没得丢，每一个丢没关系，丢掉怒音哥，对，没错，然后接着使用洗炼，丢掉一张二能量，抽二，这边的伤害一二三四五六六张，六二十二两倍，240打在梦幻身上，哦，还要减伤20，所以是220。好，这一好的，换你了。终于来了，双五。好，开一颗高级球。高级球 ，OK。丢掉。高级球跟李东神。丢高级球跟李东神。还是大魔幻。好。开 Switch，OK。对，手酸的跑走了。盖诺抽三。好。高级球。好，丢掉盖诺跟 VIP，OK、OK。好像不能走，我有点尴尬。那现在很难了、啊，很难啊！我抽到很多东西，盖诺抽三，盖诺抽三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少一张东西呀、啊！现在只能硬 A 了。嗯，那这里抓奇鲁鱼，抓奇鲁鱼，好哦。结果是奇鲁鱼被抓，学大魔幻110，110，哇，奇鲁鱼被昏厥了。你拿掉整个。啊，这样我就没办法丢牌了耶！上黑暗鸦，我的回合抽牌。你有老大，我认了。我希望我有老大。先手填一个双重涡轮能量给百变怪。好，老大出来吧。哇哦，右手进来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有多？这是两百，这是220。一二三四五六六张，六二十二两倍。随便打都死。一样减伤220，拿三张奖励卡。好，哎、欸，你没想到团结之翼打梦幻是如此轻松的一件事情。我知道这个黑暗鸦本来就是危险，危险。好，抽一。好，抓一颗高级球。好哦，抓一只盖诺。高级球抓一只盖诺 ，OK。再发一张三股回音喇叭。哦，你要叫谁？怒音哥哦。应该没有道理再逃走了吧？怒音哥哦，很难逃哎、欸。你自己在调整，我也是服了是吧？对，服了。哎呀，抽三，第一次盖诺抽三 ，OK。十三个牌，何必何必？抽三，哎、欸，你剩一张哎，来呀！本用手册好哦。
啊，你要抓老大强将，极速，那就只能看我可不可以右手进老大哎、欸。老大，哎呦，一定抽得到吧？来毒了，机械壶好、哦，正面还好。就为了拿奇数吗？就奇数在最后一张，然后有。可恶！啊，你要奇数我、哦。然后直接开奇数。那我帮你洗一洗。那边我也要洗一洗。好。虽然好像没什么差。因为我会抽三张上来。哦，对，来，好，我就不用了。一张。我是一张。这张场地太尴尬、啊。耶、yeah! ！那我这边直接血盖弄下个圈。一样是打190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里刚刚有一只小梦幻就好好办事。昏厥了，那我应该上谁呢？看一下，先上百变怪。我的回合抽牌。哦哦，我算一下，难道又有老大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二十四减二十是120。没有，我没有老大，但是我有莎莉娜。盖诺赛克特出来，哇，刚好，哎、欸，有刚好，他可以抓 B 啊，对，然后，哎、欸，这边是，哎、欸，够不够啊？好像少十滴哦，好像少十滴哦，那这样就尴尬了咯。沉重球，好了，可以拿，还好有把你去 B 人刷掉，真的，我下拉胡拉斯，好吧，那就打100，好，只能这样子了，那在你反而搬到我抽一，你的老大来了是吧？老大的指令。好哦，反撤退，血盖诺击倒。可恶！等一下，如果我刚刚莎莉娜是抽五张的话，会变成怎么样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丢了掉。好像会赢哎、欸。好像会赢哎、欸。还有 AI 也是个重点。不是，可是我抽不到能量，我需要一个二能，因为这只需要二能启动、哦。它一定只能二能。只能吃二能启动，所以其实好像伤害会不够。Just One 正义品的高强度橘纹保护套。推出第二代啦，二代手感更加饱满，一拿上手也更有感觉了， UV 也更加匀称。虽然售价微幅调涨，但使用下方资讯栏的福创专属优惠码，可以享额外折扣哟。赶快购入，在台中 RL 大赛前做好准备吧。如果你这里直接打我，你还不见得会输这么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直接打我，因为我好，你这个手酸，直接打 ，OK。我牌库剩一张。可是你还是会抽到老大啊！可是我、啊，可是你后面都没有能量啊！对啊，你后面都没能量。而且我最后一张卡在这里，啊、我的梦幻卡在这里，所以我没办法学梦幻，我手酸了。啊哈哈！所以就变成我这样，我刚是这样，手牌是这样，第四张，就变成我等下抽一之后，啊，梦幻上手下梦幻，然后手，但是场地卡在这。对啊啊，对。啊、我可以压场，但是我只能换你，因为我解不掉手酸、啊。可是这个被抽一拳了，对，那就是我的机会了。而且我也没有回复。哦、我就直接换你就好了。对，可是你这里抓了我这个上来，我刚刚把你撤退就发老大就。所以我这里给好就对。哎呀，这边是原来你早就要倒了，是我自己我把胜利让给你的，可恶。已经打错了。